然后你们的小老鼠跟小兔子，然后我们要带动物去公园。为什么要带动物去公园？因为小兔子很久都没去散步了，小老鼠也是，它从来都没有去过散步。小老鼠只去一点点散步，是小兔子去一点点散步，然后小老鼠从来没有去过散步。那你去带宠物散步要准备什么东西？要准备小老鼠的水。还有呢？养小兔子的话，就是要准备小兔子的绳子，这样子它才不会乱跳乱跳。对，那你给小老鼠睡的是什么房间？睡的是这个小房子。这是出去才会睡的房子吗？因为它没有出去，这样子会滑滑的。所以要带这个小盒子带出去吗？对，因为准备那个它会晃来晃去。嗯，笼子晃来晃去。那个太大了。嗯，对不对？弟弟，你的兔子笼子是你来负责背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背给我看看。我们来把一些食物放进去，因为它这样会饿。嗯，好啊。可是植物在里面的。对，你的兔子里面有草。